地瓜泥就是这样直接吃，嗯，或者呢夹东西吃，这个就是直接吃。好香啊，这是地瓜饼，这个是大地瓜饼，好香哦。这个是大饼，大饼，我们以前的喜饼。来了，那个什么马祖日报的社长，社长亲自来给大家导览。社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宋志富。宋社长，嗯，是不是？是是。你说这个是大饼，就是我们早期的喜饼。早期的喜饼里面有包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老面做的。老面做的。这个是我们台湾所有找不到的营养学会认为说是最健康的早餐。好。没有任何油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地瓜饼。地瓜饼，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是。老板娘，我借拿一下哈。地瓜饼里面有洞洞。对。就是可以挂在脖子上，挂在脖子上。平均的时候，大饼长这么大，大饼没有洞洞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有点甜味，这个是完全咸味。咸味，哎，好，地瓜饼怎么吃？地瓜饼就是这样直接吃，嗯，或者呢夹东西吃，这个就是直接吃。OK， 好，谢谢社长哦。